谢谢。不客气，谢谢。不客气。好了，我吃完了，晚上你休息了。给我个机会把话说完呗，好吗？好。林渊，都是我不好，是我把你丢掉了。我认定我已经得到了爱情，认定你已经是我的了。我希望给我的公主最好的生活，最美满的婚姻。我不需要证明给全世界看，因为我只需要证明给你看，你选择我唐小刚是正确的。还有吗？也许你会说，你不需要过物质的生活。你会说愿意跟你爱的人，当年的唐小刚住十几平米的小房子，但是我不允许，因为我知道现实生活会打垮很多人。你和丁仁坚现在不就是这个情况吗？我早就知道，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只有爱情不要生活。人这一辈子活得好的话能活2万多天，很多人活到2万多天才知道自己没活明白。我很幸运，我没活到那一天就已经很明白了，我这辈子爱的人只有你一个。我给你带来很多伤害，让你忍受很多痛苦和委屈。对不起，希望你能给我一个机会。我想10倍、100倍、1000倍的来补偿你。老唐，你这样说，我的心会被你搞乱的。况且我现在也没有这个心思想这些。收，对白结束。明天早上我找一个人把满意送回北京吧，但是你不能走啊，要多待几天，后面的工作还等着我们俩一起来处理呢。好，还是要谢谢你。今天晚上还算美好吧？如果要说谢的话，应该是我说谢谢你。哼哼。OK。 忙里偷闲，给我美丽的老婆送来一个问候。睡了吗？工作顺利吗？满意有没有好点啊？一切都好。